是的，现在坐在我们现场就是野兽派的团体 Beast。厉害厉害，我看起来很斯文啊，这我以为他们就是那种你知道，因为唱片公司一直宣传他们是野兽派团体，其实每个人长相都非常非常的文雅，所以我必须要送他们一个礼物才能够达到我们台湾人野兽的标准，刺青手套。好像很适合，很适合你，你衣服都一样的花色，你看怎么样？这样才有 Beast 的感觉哈、哦。好了，那着收200块。马上还我哎！好了，开玩笑。当然，我们这一来到台湾，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了，中文能力呢应该也进步不少。每个人秀几句，同时也跟我们一起娱乐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林东俊。哦，就这样啊，中文就只会这样两句啊。中文一个很大的原因，我就唱到什么台词过。哦，好乖巧哦，那不要把后面的都讲掉，这样真聪明。先生也跟大家问好。哦，我很好。哦，大家好，我叫张先生。谢谢。喂，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姚雪。谢谢。哦。嗯，大家好 ，Hello， 我是君，我是君，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哦，对，现学现卖还不错。好，大家好，我是邓明，哦，见你们很高兴。啊，很棒很棒，中文练得很好。接下来是启光，大家好，我是启光，我喜欢李曼。OK， 启光的生日是几月几号？3月30。Me too。哦，哇，我们都是一家人，还有萧敬腾跟 Hebe。来来来，坐这边，乖乖乖哈，来，你坐这边，哇，大家，坐。OK， 我们异国的啊，我们异国的，我想进屋，没有啦，开玩笑，回去啦，在耍什么特权？好好，今天就是来到这里，六位帅哥呢，其实是我们万千粉丝的偶像，但是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到底他们六个人自己喜欢的女生又是哪一种类型？我。공통적인부분은약간엄마처럼잘챙겨주는스타일잘섹시한거죠아네뭐그런네뭐다른남성분들이좋아할만한여성분들저희평범한나아예지금끝나네정말하고비슷지방아저는뭐저를이렇게날마다상대하게해줄수있는哦，哎呦，哇，这形容的非常的有意思哈。重点来了，喜欢珍珠奶茶，喜欢哈。但是有没有做过珍珠奶茶呢？没有，만들어보지못했어요。自己做的喝起来会更好。哦，자기가만들어서먹는데요？원래그렇게만들수있어요？对，我们今天帮你们准备了做珍珠奶茶的材料，让你们亲自体验一下台湾地道的珍珠奶茶。第一个是药蟹，药蟹现在看到我们桌上有很多很多的材料，当中呢有一些是真的可以加到奶茶里面的，有一些呢可能加了这味道会走样，但是你自己调属于药蟹的珍珠奶茶。对，来，现在开始，请你自己想加什么就加什么。啊，一个果汁，那个是，嗯，这里有啊，你可以试试看，试试看，那个，嗯，这是糖嘛？啊，用布丁啊，奶精啊，哎呦，真是哎。好苦啊！咖啡粉。哎呀！我该谁叫你要用长的？来，他好实事求是，他就一定要神农尝百草。对，放咖啡口味的珍珠奶茶。Excuse me, what are you doing？ 回去。好，接下来加了一点这个奶精。我的不多。这个啊。这个很棒，铁蛋。哦，没去练的都感觉。嗯，这个好吃啊，铁蛋。哎，一个难得了吧？啊，全部加这个，加一点这个嘛。二七。嗯，这有这么饿就？很淡淡的。好，现在先加一点珍珠。他刚刚加了什么？咖啡粉。
珍珠啊，他非常小心谨慎，目前只加了这两样东西。哎呀，他不帮你啊。茶，茶，这边也有茶。有两种，你要哪一种？这个也是茶。那这是什么？茶。就是茶，茶，一个茶茶，一个含塑化剂，一个不含。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工厂做的，这个是现泡的。你要放那个吗 ？OK OK 好。怎么会？他选择放这个哎。啊，没有果水啊。对呀，对呀，所以你就是没有珍珠奶茶，没有奶啊。珍珠奶茶。这样够吗？这样奶够吗？你确定这样奶够吗 ？Are you sure？ 哎，啊，他现在被搞得很混淆，开始乱加了，开始乱加了，果糖都来了。果糖，暖暖的，这样够吗？才一点点。